什么八路都上来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把鬼子打走再说。 八路军游击队，我是队长郝明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57师一营营长雷大虎。将军阁下，我认为这次的失败，并不是藤原军指挥上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的士兵不够勇敢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一开始，敌人兵力明显不足，却突然之间又增加火力，这说明什么？ 要么就是敌人故意示弱，引我军突进；要么就是敌人的援军到了。援军？不可能，所有的暗道我们都已经设防，即使我们布置的暗道，还有八木萧呢？八木的任务是坚持到京城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是没有回来报道。在黑暗中，不可能有人能打败八木萧。 藤原君，别忘了，你也曾经在丛林中被打败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这次带队的正是那个和平安。和平安，真想见见这个叫和平安的家伙。召唤奇迹的人。报告营长，幺八团三连连长老许道。 你小子怎么没跟邓峰一块跑啊？报告长官，我愿意报效党国，协敌共亡，绝不当逃兵。去去去去，还报效党国与阵地协亡啊！刚才跟小日本打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刚才我奉了这位郝长官的命令，带领弟兄们去驻二号工事。你说什么？郝长官？他是你的长官呐？啊不不，您是我的长官。 老雷，别吓唬他了，能留下来就不容易了，管他为什么。对对对，还是这位老弟说的对，放屁，什么老弟？这是何长官，我的长官。是何长官。跟您说实话，刚才啊，我不是不想跑，我是不敢，怕上军事法庭。我们连队是出了名的胆小，就怕违反军规，就都跟我一块溜了下来。 诸位听见了吧？啊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怂一万，跟你们长官一个德行。是是是，长官教训的是。雷营长是吧？你们的人也到了，我们呢，也替你们守住了德令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贵军内部的事儿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告辞。 不送。撤。郝队长。
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何长官，该做的我们已经都做了，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现在德岭兵力空虚，离开你们，我们守不住德岭。有我们一样守不住，就这么点人，要面对日军的主力部队，用句文辞叫天方夜谭。为了抗日，我好民和兄弟们愿意牺牲。 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会做无意义的牺牲。你笑什么？你多大了？25。怎么了？你腰间是不是有出枪伤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到你开枪的人，姓于。于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有个兄弟，9年前在唐德死了，姓郝。你就是贺龙的三杆枪，何平安同志。郝明同志，我没死，我向你报道。何平安同志，你见到于大哥了？他很好。 于大哥这次来唐德，是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他身上有病，随时可能会死。哎，小凡，你和孩子上船吧，顺着河逆流而上，就可以到贵州。到了贵州就安全了，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去的。我们走了，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儿，赶紧走吧，走得越快越安全。 你是不是还要回唐德？你回去可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别忘了，咱们的命，那是何平安拿命换回来的，你不能回去。我明白，可是我有我的苦衷，我必须得回唐德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头，就根本没有我们娘儿俩。小猴子，咱们走。